那个芒果干，对，奇怪芒果干，对对对，鹅可能比较鹅，好，来，我们就请掌声要欢迎秀琪来到现场。好，各位胜利新闻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穗金美文。我个人觉得刘姐出来的时候，应该要跟那个魏曼不一样，因为她刚刚忘记送飞吻，所以送飞吻跟新闻网的人打招呼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然后有三个镜头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就送三个飞吻，好吧？你自己来就好，个人啊，个人就好啦。也代表鹅来跟台湾观众好啊，对对对，鹅向你们问好，台风过后一切平静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台风之后，然后大家也很关心那个月之海的事，哦，是是是，对对 对但是大家也更知道说上礼拜这个收视成绩真的很好，那两位今天来到现场，就以这个亲自来感谢的这个方式，好不好？也跟他们来说一下，然后也特别来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今天晚上的剧情。今天晚上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都给你们两个演就好了，我先休息一下。代表刘宇豪，你代表刘宇豪，今天刘宇豪，对，今天代表刘宇豪，怎么好意思？突然你要这样破灭，没有没有，我想到今天晚上的剧情就害我有点害羞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眼镜给我拿过来看。因为大家有知道预告，有一些山巅没有预告，但是我们有预告，我们有，我们有。然后他们刚刚还很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剧情，他们说安西被呛的那一段感觉超棒。被呛，来位米老鼠的小姐，她刚刚一直对米小姐，她说安嘟嘟怎样都可爱。所以他觉得他喜欢有个性的安迪鲁这样子，对啊，好了，对，而且他穿制服呛人的那个感觉真的很水苦，帅，对呀，感觉超酷哦，真的感觉那个秀琴好像想到一些什么事情，说你曾经怎么样吗？我没有，我穿制服，哎，我穿制服还蛮正的，这是肯定的，尤其穿军训其实要定啊，那个哇，简直的身材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所以你以前会穿军训裙去唱民歌，或是干嘛？都是用这样方式去让一些小鲜肉对你注目吗？他是在等他十年前的那个人，对，梅文姐啊，我也穿制服去。真的真的，那今天晚上剧情看起来有一些爆炸性的进展，是是是，感觉来说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期待的事情。